不能公开妒忌，学习大方接受。好忙啊！同哇，热辣辣，好香喎、啊，煲咗好耐嘅。冷落旧朋友，节日若我心为一体的庆祝，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，言谈越炽热，内在更冰冻。谁当初无心将冷风雪合，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，仍是你们密友，呆望你们热吻，应该伤感还是快感？能回避吗？这位朋友咧，我哋帮你舒缓情绪，成个人放松晒，我都好多个。会委曲中受难，一个我被撇低，却又很不惯。要找的一室又折返，能承认吗？我故意当那电灯，他人你们完场时入替也不能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们会散，会选我。我同佢坐同佢讲电话咧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最紧要都系自己知道自己做乜啫，其他人唔系最紧要噶。一世的秘密，其实明知只得我是爱人，仍是你们密友，呆望你们热吻，应该开心还是痛心？能回避吗？我怕了，当那电灯打亮着你们。你求婚啊？